被吓倒了啦，吓死了，太会鬼叫了啦。你看他会说同盟大忌，他们真的不会弄。我们现在在万圣节的活动，九月四号开始的，然后我们是九月七号第一个周末进来，我们四点就起来了，为了抢这些熊的周边。那个抢熊的周边会在另外一支影片，还有介绍所有的熊的周边。那我们这支影片是要告诉大家今年的秀跟食物有什么。对，然后还有今年的万圣节的情况是什么样啊？我们去年就来过，但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玩，非常推荐大家。然后今年好像又有一些不一样的，对，而且有跟阿斗合作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我们今年也来了，那我们就去逛逛，然后顺便介绍今年妈咪库玛的一些植物的 collab， 然后还有鬼有什么不同，那我们就出发咯。我们现在在排一间店，因为它有含尼库玛的食物。那我们排进去之后再介绍给大家看。这个是今年的神偷奶爸的电影的哟。本来是我的英雄学员的这个 4D 电影，现在变成那个炼巨人。现在这一间店也有柯南的联名食物，然后我们应该会点西那个牛肉的，看起来比较好吃。这都是沙拉啊，它现在最上面的是哈密库玛庞克跟哈密库玛瘦乳跟哈密库玛各一个。这个是哈密库玛瘦乳，是起司蛋糕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哈密库玛的，它是巧克力蛋糕。我们买的是两个牛肉的堡，都是沙拉。好饿啊！对啊，超级饿呢，又想睡觉又饿。怎么跟照片看起来不太一样？对啊，对啊，感觉又干干的。好吃吗？嗯，我觉得面包好干哦，然后里面培根怎么那么硬？照片看起来很好吃哎，都干掉了。蛮好吃的哎。虽然它干，可是很好吃，嘎嘣脆的感觉。就这样来吃咯。里面是长怎样的？这样的。很甜。里面有红色的，好像哈密姑妈肚子里的血一样，好甜。里面有坚果，然后红莓。哦，你看这个瘦了，这边有那个缝线，有没有？还切开了，这样子的。嗯，它是 cheese 蛋糕，然后中间有包，就像是果干啊，蛮好吃的。它没有那么甜，哈密姑妈比较甜。这个是千兽们的。吉拿棒，对，然后还有霍奇塔的包子。吉拿棒是750块钱，然后霍奇塔的包是800块钱一个，位置是在这个 Hollywood Dream Ride 旁边，这边可以购买得到。如果喜欢千兽们的话，也可以来吃吃看。今年也一样有这个宝可梦的拍照活动。现在来到了这个 WAF 咖啡，这边会有哈密库玛的饮料。这边排一下，一个是 Death， 一个是 Bass。来喝喝看，怎么样？有苏打果冻的可乐。那、啊、另外一个呢？可比斯。哦，是蓝色的耶，它上面有彩色的糖果，很漂亮。然后这个的话是里面是爆爆珠，然后也有一些紫色的糖果，一个800块。它底下是蓝色的，然后红色的、白色的渐层，哪个好喝？嗯，我觉得都蛮好喝，这个可能比较好喝。OK， 因为比较不甜。这边有那个 Halloween 的吉拿棒，但是我们要吃的是熊的短灯，在哪里呢？啊，这边也有一个是那个像 Hot Dog， 也是 Halloween 的。这区我们去年好像没有来过，它这边你看哦，这一区会有恶灵古堡的鬼出来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来跟哈密库玛拍照，因为我在网络上我有预约到了，在这个42 Street Studio 这里，这个全部都要事先上网预约的，它没有现场票。看这个里面有哈密库玛的照片耶。我们刚刚去找了一圈没有大长头的那个吉拿棒，今年好像没有，好像它换成刚刚那个木乃伊的那个吉拿棒了。我们现在要去找熊拍照，耶、yeah ！跟熊拍照是4000块钱摄影，它有哈密库玛瘦跟哈密库玛两种，那我们选的是哈密库玛，我们今天的都是哈密库玛。它里面是不可以录影。对，那我们到时候会分享我们拍好的照片给大家，可不可爱？太可爱了，而且拍了不止一张，很多张，然后让我们去选，好值得，对不对？好开心哦！耶、yeah 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照片。我们照片是这两张，推不推荐大家？推。太开心了，那再来我们就是要去看秀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相本，超可爱。好，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
哇，然后另外一边是瘦乳的，对，打开，然后还有哈密古玛的独照也送我们了，这边是可以集瘦乳的，它是两面的，这边是可以下载照片，它也给我们下载券。哇，这个哈密古玛的 stage 已经这么多人了，开始了耶。你看很多人在跳，来跳起来跳起来，这是那个阿斗的声音。来，这边不一样的，你看每一个区域出来的鬼都不一样哦。我被吓到了啦，吓死了，刚才鬼叫了啦，今年的鬼有 level up 了，好可怕、哦。这是我们的晚餐，因为到处都很满很满，今天礼拜六，所以我们就有就进来了，我们就吃了披萨，然后两个披萨5000块，这个是 Halloween 的什么肉肉肉披萨，两个都一样的，然后这是加点的那个虾的沙拉，真的是太多人了，今天第一个周末嘛，我们就先吃一下，我们吃饱了。哎，妞妞，你身上那么多熊，你应该不会怕鬼了吧？还怕？哎，你要拿熊给他们看，刚头上那个太小了，没有用，要大只的。这边是那个娃娃鬼，我们上次没有拍到的娃娃鬼。每一个区域的鬼都不一样哦。娃娃鬼来了，那边啊，我看到了娃娃鬼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。有用，他不吓你，他连看你都不看，他就直接走掉了。你看他没有弄你了，有熊我不怕了，真的我不怕了，我都敢跑去前面拍了。你看他会说同盟大忌，他们真的不会弄你。他跟他们，我们又回来舞台了，因为在10分钟要演第二场，我们现在就站到比较好一点点的位置。怕鬼的一定要买，太正鬼了吧！
不怕，对不对？那个音乐之后鬼会变温柔，然后你下去都不用怕。暴走族鬼，暴走族的，你看那边有一幕，哎，这一区都是炼巨人，哎，那一条我们没有去过，我们去看看。你在最有心的鬼的地方跳舞，你好厉害哦！今年就有警察来那个维护治安，有没有？阿斗带领的。最后一场了，大舞台。他会怕。对啊，你看他会怕呢，要没有了呢。那你有没有觉得好玩了？最后一场舞台，妞妞要加入他们了，前面有人在带。你看他跟你敬礼了，他不过来了，他不敢大声叫。有没有一种实境秀的感觉？还有警察在那个控制鬼，这次的比较不一样。好大一只稻草人，哇，真的耶！他也跟他玩，他有拿熊熊。他来找你了，跟兔子一起跳。慢回去了。我们进来那个哈米宫，它现在没有限量，然后现在剩下来的就是 T 恤，然后熊的抱枕，然后还有那个糖果，还是买得到的。后面你看，现在不用排队了，只是说娃娃类的都没有了。怎么样，回去了哟？怎么舍不得啊？好舍不得，终于赶完了吧？终于买到，非现实回到现实的瞬间。我们已经回来了。那你觉得这一次环球影城的万圣节，你觉得哪一个最印象深刻或最喜欢的？跟哈密瓜妈拍照，真的很可爱。然后我们一走进去的时候，他就说什么：“哦，能够来到这里的人一定是溢出来的人，可惜不能拍。”就是他会跟我们做一些互动，非常可爱。拍的照片我觉得也蛮漂亮，都蛮喜欢的。那还有呢？你觉得这次的舞台怎么样？多了哈密瓜妈拍，这次比较短，可是这次的熊比溢出来比较。每一首歌都有熊跳舞，对，然后所有的歌曲都不一样，全部都改了。大家知道那个庞克啊，或者是瘦乳，全部都是哈米姑妈自己本熊，这是他的人格分裂，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可能之后会再出，因为我们有看到一件他的那个衬衫，它上面有红色、白色、蓝色，现在有这三个颜色了，还有什么颜色？绿色、绿色跟黄色，所以有可能明年会出绿色或黄色的角色，我们猜的。我们还有一集影片是买周边的，对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买了些什么。那你觉得这次鬼怎么样？跟去年一样，但是今年的不同是什么？我们有镇鬼之宝。那你觉得镇鬼之宝有效？太有用了。如果你拿熊给他们看，他们会做什么？会跟你互动。比如说，害怕，想玩那个娃娃。然后还会敬礼，所以大家如果配怕的话，真的去买。如果你真的想要买那比较热门商品，还是要早一点去，好不好？好玩，真的还是很推荐。还想来吗？想。然后这一次的舞台又多了一些很热闹的感觉，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在下面跳舞，跳得非常的嗨。大家有机会真的很推荐大家来日本环球影城过万圣节，很好玩。然后他们好像是到11月，不知道是几号，去官网看一下资讯。如果要跟熊拍照，一定要提早。
道在网络上限定，然后还有就是现在他们的舞台也有那个什么特别观赏区，就是在比较最前面的一圈，那个也是另外要付费。今年开始，去年就是都不用钱。我觉得他会出1元吧，我觉得很有演唱会，然后超难买，又买不到，很有演唱会的感觉，就是那个是熊在开的演唱会，就非常的嗨，大家就是很开心这样。那就是今天的分享啦，然后妞妞觉得跟鬼玩超好玩的。只要你有镇鬼之宝就不怕了，然后就可以跟鬼互动，非常的有趣。今天配件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，欢迎大家按下订阅声。对，如果喜欢我们这类型的分享，欢迎大家按个赞，让我们知道你们喜欢这类型影片的分享。我每次晚上切到一片都一直播都是选择。那我们就明天见，就拜拜。你看你在喂他吃什么？他的眼睛，他自己的眼睛，你看。哇 ！Oh my god！好吃，好美味的，可以吃吗？太好吃了、啊，再来10颗。